肩点重调整刀的位置，然后看一下刀调到刀调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好，启动机器。纸要拉起来，没走过去，纸要拉起来，没走过去，要把纸要拉平，把这个抬起来先，抬起来之后要锁紧，不然掉下来啊。在拉的时候可以按这个点动，它只会顺着出来，底下让它走起来，这样的话就可以把纸顺着拉过来。这样的话在这里破掉了，你纸拉不过来了，后面把它抬起来。要按住那个。